你讲你叫做什么名？秋香。秋香，今天会当解救恁的性命，算来咱是缘分，互相帮忙。何况国父王身为云南城的国王，将将一统三河，保护百姓安全，这是理所该然。要不然的是，敢问秋香你，你跟随你们的夫人的身躯边，多少的期间了？自我们代志以来，就是你对着阮夫人的身躯边，自细到大，我都是顾你。所以讲，我算起来是夫人对我的请用，也够有帮助，我才会当现在平安长大呀。原来如此，敢讲秋香你，从来没想过要相夫教子吗？相夫教子，我不是什么有名望的人，我当然也想要一个安定，结果真可惜，我出身不如人。现在唯一想要做的代志，就是陪在我夫人的身躯边，让伊会当心无恙事。这是我上应该做的。真乖巧，也不过咱人啊，总是希望会当改变家己的命运，日后会当不相同的人生。虽然现初时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奴婢，但可是来日无得靠，你会比别人更加幸运，享受荣华富贵不尽啦、啊。敢真正这个可能？我伫咧想，唔知影呢。人伫咧讲，虽然代志会多变化，也不过我一个小奴婢，会有啥物白马王子来到我的身躯边？我看吼，我也是一步一卡印，卡到实地，卡实在，卡到实地。这是确实，这也是该练。不过，无一定天公伯啦，有够疼惜你。你的命运有所不同，要不安尼是呀？我要看手相，我甲你看卖啊，看你未来阁有啥物改变。你也要看手相？当然。咁真实嘞，好啊，阿伯，你帮我看卖诶。好。快说啦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但可是。我绝对无要冒犯你的意思。我知影，你是大大的身份，我袂惊你。嗯，这个手啊，做工课做真多，真粗。无法度啊，我自细到大都是伺候夫人嘛。先甘后果，日后一定会挑选一个好人才，带你到王宫的所在，无一定为着王子妃要考虑啊。小妹呢？那有可能会做王子妃？这句话吼，我都袂相信你。千万莫小看你自己，现出事是安尼，死无得卡五年后就无同款啊。五年哦，好啊，那你是，我就即马开始甲你算五年的时间，无得卡我变成王子妃，我才大多甲你答声。无得卡搁较紧，唔免五年，三年就可以了。好呀。哎，红娘你叫，红娘我跟你讲，吴红你找你吼，迄个讲话就讲话，是要怎啊亲近？哎呀，红娘，啊我跟你讲话吼，啊你讲你知啊，男女授受不亲嘛，啊无你两个在徛我，我保持距离啊。
有吗？即摆是安怎样？袂使，我袂使甲徛生，我唔是我重要代志，甲你讲，父王我咧找你啊，讲要倒倒去听啥？父王的伤痕好了你了吗？是啊，一定好啊，那你太好了，一切回转哦，将来去。是，那我甲你带啦，我带你就好啊。呀，食米粉你看烧，切。